仲有5分鐘我就出 event 啦，唔使嘅，呢个咧就系一个 model 朋友介绍我用嘅 YSL Instant Moisture Glow， 即刻咧去保湿 hydrate 皮肤嘅。我咁样补一补咧 ，hydrate 咗咧上妆咧就会特别贴嘅。 YSL All Hours Foundation Stick 同我嘅唇膏咧差唔多 size， 所以好轻便啦，好容易放喺手袋度。首先咧就系搽喺你想遮嘅位置啦，推佢啦，即刻由 cream 咧系变做 powder， 就可以帮你控油啦。所以夏天咧系非常之好用，同埋咧你可以买 summer doll 咧，仲可以搽呢个腮围，即刻可以做一个咧打阴影嘅感觉添，即刻好 wild 啊！最后咧就要用 lipstick。 搞掂，仲有1分鐘，我去 event 噶啦，下次見啦。